新市古镇，路口就在前方20米的地方，给你们拍一下这个古镇大概是什么情况。过去走，这个是什么蚊子还是什么，这么大的蚊子在飞吧，好像是蜻蜓。误解了，误会了，进来了。这里啊就是新市古镇了，好像没有门票，直接走进去就可以了。走，往里走。维 C， 来维 C 加油站。古镇呀，还是有很多古建筑的。金牌烧麦，一般地方呀吃不着。给你们拍下这个非常厉害的新市古镇，小桥流水人家。来了，这是荷花，怎么长得不是很像？懂行来看一下，是不是荷花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好像在排放废气。这里游客还是很多的。这是一条桥，我走到桥上给你们拍一下。厉害了，厉害的古镇。这里搞点啥？厉害了！